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01集向您分享高雄市苓雅区高雄关帝庙。Go， 对方来跨麦。坐落于清凤山县大竹里关帝厅庄，有关帝厅之旧名。民国68年1月重建完竣后，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将军莅临赐高雄关帝庙谱，事后即以此为庙名。庙观造型属华北宫殿式建筑，三门式牌楼。庙城的湖边有一座金宝库，是古色古香三层式的中国古塔造型。马祖爷所牵的马匹还是关圣帝君的坐骑赤兔马，原属礼物，后为关公所得。关公带着这匹马过关斩将，关公败亡，赤兔马也以身殉职。后人为了感念他的忠义，因而和关圣帝君并祀，并尊称照顾他的马夫为马屎爷，这就是马屎爷的由来哟。据庙方监委称，建庙之初，关圣帝君下旨给庙方，中国人遭西方列强欺压得太久，因此要找罗马战士来上位听，庄严不失有趣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理所当然的，庙城龙边及虎边各有一只雄壮威武的石狮子。重修虎庙碑记，系清咸丰年间所立，见证创建年代久远。石阶而上，天涯落一拜恩主公。18尺圣像青铜铸造，大殿有三尊大神像：关圣帝君、关平太子和周昌将军。主是关圣帝君，陪侍关平太子、周昌将军，同是文昌帝君、昌杰先师、魁斗星君等神。正殿龙边是福德正神，福德正神旁有千年的神木展示，正殿湖边是祝生娘娘，供桌上摆放着小提灯，饶富趣味。祝生娘娘前侧有寓意神粮，摸摸阳虚，坏运离身溜。二楼后殿为元辰殿、月老殿、鲁班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元辰殿的斗老元君及60太岁圣像，也是台湾第一座供祀太岁神的庙宇哦。后殿龙边鲁班殿供奉鲁班先师，虎边月老殿供奉月老公，也有人用象征爱情的玫瑰花当贡品哦。好，接着我们到三楼参拜圆通宝殿，主祀观世音菩萨，龙边是文殊菩萨，虎边是普贤菩萨。这是三楼的香炉，应该已经停用了。面对圆通宝殿的神明是韦陀护法。二三楼参拜完后，
来去一楼财神殿参拜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在供桌上的平安龟，各式各样的平安龟拥有很多种造型，非常的可爱哟。金牛贴金箔求财运，南极仙翁求身体健康长寿，四面佛掌管人间所有事情。而这两只大象是否为坐骑呢？来到混元中堂，五路财神画面由左至右分别为北路财神力士仙官姚少司，南路财神招财使者陈九公，中路五财神玄坛真君赵公明，东路财神招宝天尊萧生，西路财神纳珍天尊曹宝，最前面的是文财神李干，虎鞭陪侍福禄寿三吉神，五路财神龙鞭则有普陀山的装置艺术，另有纳福七星平安桥。更有用三千年乌木雕塑的关公雕像，及用孝楠木雕塑的观世音菩萨雕像。美轮美奂的殿堂，您一定要来参拜哦。